现在在世界各地有这样一些孩子，他们感觉被遗忘，孤独，没有家，没有朋友，没有希望。如果可以通过一份小小的礼物来传达爱呢？当我们把礼物装进盒子，通过圣诞孩子行动送去的时候，给予的不仅仅是希望，我们不但帮助孩子找到了朋友，还让他们感受到了耶稣基督的爱，并且能够帮助他们发挥自己的潜力。在孩子的手里，这样一份小小的礼物蕴藏着巨大的意义。